知道哆啦 A 梦为什么喜欢吃铜锣烧吗？今天我们开箱一个哆啦 A 梦的悬浮小夜灯，铜锣烧就是它的开关。
别喜欢哆啦 A 梦，觉得它可以实现我的任何愿望。虽然现在长大了，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异想天开，但我还是把哆啦 A 梦买回了家里。将近的晚风快吹干整条小巷，安静的灯光无法再将我们点亮。